谁哭了？连傻都不懂，拿着是台语，拿五一摇去台鼓。哎，对了，大哥大嫂，你俩五一去哪儿玩啊？大哥，我也想去泰国。去呗，机票钱大哥给你出啊。我就自己去呀、啊。不是，大哥你啥意思？我们一家人办点妆容易吗？你不自个儿去，你还想带几个人去呀、啊？那我自己怎么拍照呢？买自拍杆呗。买啥自拍杆呀？还拍肉？干啥呀？自己心里没数吗？跟个大黑驴似的。蒙眼食物。狗粮、鸡肉干，赶紧拿走，马上啪啦的要出来了。这酸不溜丢是啥呀？还挺好吃的，你别说，有这么好吃吗？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把你的臭脚丫子拿走！你闻闻。